用一個很急速的節奏的形成啦。咁啊，所以多謝大家嚇，多謝大家多謝你多謝你，辛苦曬。其實好開心嘅，因為自己都好中意大牌嘅環境啦，同埋所有嘅工作人員啊，聽到親切嘅。即係每一日翻到酒店，都發覺點解好似痛痛地咁樣，其實真係少咗。本嚟都痛痛地，就因為個句話。因為有時你要想用力去講，咁你就越係打唔正嗰個音，或者個聲調會歪咗。咁啊，係咯，我蝦都多過佢哋蝦咯。其實我哋都想見識下，你可唔可以講一句國語嘅一個句話啊？就記得我話一陣新嘅。帥哥，帥哥，你打我的那一下。哦，你打他，我想看看。你打帅哥那个，你是不是要带我去怎么那个给阿曼？好，可以失望，来一段吧，来一段吧，来一段，来一段。啊，帅哥，帅哥，你是不是要带我去给阿曼？你是不是要带我去给阿曼？